怀念参加单车活动的周末吗？今天将介绍一场南台湾的单车活动。大家好，早安，我是单车小弟，等一下带大家一起去骑车。那我们今天的活动是什么？来屏东去 bike 走走吧。来 bike 去屏东走走吧。好，那今天我们就是慢慢的骑，据说我们要从早上的九点骑到晚上的九点，不是啦。那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咯， go。虽然啊，终点老天爷给大家开了个玩笑，但却浇不熄我们的热情与小六生对小弟姐姐的友情啦。所以小帅哥，你在撩姐姐在？对，我应该算阿姨吧。我难得很红，难得很红，一个叫红啊，有粉丝哎，粉丝见面会啊。清晨跟黄昏，很多人来这边散步。哎、弟弟，你以后交女朋友可以带来这里哦。啊，你有了？分了，我分了哦，是哦，多看看，多看看。到底干你什么事？这是榕树吧？对，小叶榄人树。哦，所以不是榕树。我对树不熟哎。小叶榄人树怎样比较大棵、啊？不是叶子比较大。哦，是哦。我跟你说，这些对我而言、啊、就是绿色植物。这位阿姨加油好吗？那里就是我们的北大武山下的凤梨田啦，据说是金钻凤梨，非常的甜啦，超赞的。我现在来到的是金石咖啡，喝咖啡去。刷几曲，啊、哦，超爽，好热哦，屏东。对，然后我发现了，就是我的粉丝，我的原来我的客群在这边，小六。接下来我们要去的是万金圣母殿，是有160年的老教堂哦。那我们现在就过去。现在来到的是万金圣母殿。那其实教堂啊，它有分那个阶级，它是仅次于梵蒂冈的下一个阶级哦。我们这个万金圣母殿一定要赶快像梵蒂冈一样轰起来 ，Go！Hand on my head, chest on my chest. 好，那我们现在是来写他的那个祈福卡，就可以知道这个人是多贪心。一次写六张，哎、欸，帮我拿太多了。写要写什么？交女朋友。好，我要赚大钱养家。养家，哇，你好棒哦！你可以养小弟姐姐。可以啊，可以啊。好久没去日本了。对，去日本，要不要再许再许？反正我有六张，再来。Go！ 希望国泰民安，疫情退散，单车小弟发大财。想太多，管你的。可可，超大的，比脸还大，来试试看，超好吃的，好吃吗？等待杯水。品尝看看，那是我们75块的巧克力，然后还有今年巧克力哦。对，来，老板请客啊！老板请客，好棒，老板好帅哦！哎，长得就这时候才讲帅。网红有吃到巧克力，嘴巴甜了，我再说更甜。对，一起吃巧克力，感情不会散啊！老板，快让他退下。哎，你抱得好像那个康熙婆婆。哎呀，我要去追电动车，没有开电，讲话。天哪、啊，屏东怎么可以这么热啊？体感温度大概50度吧，一定要来玉米三项吃一下冰啊！但我竟然忘记带钱包了，再见，西瓜蛙公。天空越来越黑，不过我们还是继续往前吃啊，毕竟我左边这位还在发育啊。不耶！这次是不能外带啦。来，你吃了几条？一条。哎、欸，我跟你说，这个多拿一点，这吃到饱的，书架价值偏差，等下被抓去关。其实我爸在讲什么？开始低语了，开始低语了。跟你们说，骑车的路上总是会遇到下雨。
但我们还是一样头也不回的继续朝向吃的最后一站曾志远巧克力迈进啊！哇，下雨超大的，一开始觉得很凉，可是现在也太凉了。然后大家可能都已经回家了啦，可是我们还是坚持走到最后一个点。感谢各位吃到最后一刻。瀑布啊 ！Like who I am, who I love.Where I've been and where I came from. 这些巧克力非常厉害哦，因为它可是得过世界大赏奖的巧克力工坊啊，史上最难到达巧克力。你等一下吃几个巧克力？50个。有点水饺。他希望就是那个巧克力非常的好吃，等一下再大家一起去介绍一下哦。Go， 我来看一下。我现在要来试吃这个可可的生豆，超棒的苦，我整个都可以吞下去，没关系。哎，不错吃，就是没有成熟的世界啊，酸酸甜甜的，对，就像爱情一样，一次摘四面金牌的巧克力，吃看，它有点酸酸的感觉，初恋的感觉，嗯，就是初恋，感觉比较多一些，进入热恋哦，对，没有分手的感觉。不要傻疯，真的就是热恋的感觉。它整体呈现的甜甜的，就是刚交往一个月的时候的感觉。骑回终点，看你笑不笑得出来。小雨中的回忆，这大雨吧？哪里是小雨？我车盖了，现在什么都不重要了，耶、yeah ！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还有结尾啊，好像骑了180公里啊，哦，好短哦。对，总之就是在最后的20K的大雨，那我们等一下进终点去拿我们的正品，进我们了耶、yeah ！天哪！耶、yeah ！今天来到来拜客去屏东走走，我们终于是结束了，哇！今天大家都平安完赛，真是太棒了！等一下要来华丽的转圈 ，Go！再见，拜拜，不要再离远，再见。